赞哦。这个人可以上这个舞台以外，台湾最厉害的乐队老师吧。今天刚好都是音乐人，都在这样。对，以前我都要跟两个音哑人。对对对，这样。可否测一点？至少让我们看到是真的在吹，要不然哈，他这一次还能吹出《阳明春晓》。哇，好厉害！